哇，好香好香啊！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有有有，我记得你们喜欢吃零食对吧？对对，今天可以用那个茶里王的台式乌龙茶做一个很好吃的小零食。哦，对，叫做奶茶可可球。奶茶可可球听起来不错。首先，先拿出最重要茶里王。好，首先洗手洗手。洗手洗手。茶里王，然后就是牛奶。我们先把那个牛奶和茶里王放进去，可以，差不多1:1。我来。然后就是放玉米淀粉，然后我们在它冷的时候先把它搅开，我会慢慢加热，你会发觉它等一下一瞬间就会发生质变，就会它会变成固体了。哦。嘿。哇哦。手劲不错。哇，它已经开始慢慢的。是不是要再快一点？好成功哦。可以了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搓成一个球。好。提拉米苏，你们就往上随意的那个，像下雪一样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专业啊！哇，好好看。好，我们制作完毕啦！来来来，让我给你们拍个照片。3、2、1。好好，来吃一个吧。好吃啊，很丝滑啊，很软软的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还有吗？我觉得这个回去可以做给银兔万队友们吃。对啊。毕竟它是零脂零卡的茶里王给做出来的，是我的减肥快乐茶，每餐必备。哎，那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把那个茶里王和牛奶就是做一个奶茶吧，因为茶里王不长胖，它是无糖又解馋又健康。好厉害啊，好成功，我们做的好好吃。我们自由活动真的就是 freestyle。我也换一个吧，哥。换吧，咱们一起换。我想留一个在这儿，可以吗？好啊。我待会儿要调一个，看能不能调出粉色来。所以你要把你不同的颜色想好。先涂个脚。我来帮厨了。好，平时会切菜吗？会。好，那可以帮我切个菜，因为我们要做个蔬菜拼盘一样的。好，给大家推荐一个切菜的方法，就是推刀式切法。推刀呢，它可以让食物的切面看起来更加的平整。弟弟来帮忙了。哎，一看起来是很有经验。这盘是由我创作。小心哦，他这个手不会切到的，因为他是这样抓。哎，我也是这样子抓的，猫爪手。他刚刚还给我们就是教学了一下刀工，叫推刀。他说专业到我以为这是一条口活。非常。我就已经直接不行了。哪盘？就这种东西你知道吗，看到肉我就走不动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老师的摆盘，我的摆盘不能输。
我来帮你吧，至少让我帮你一个忙。哎，这个盘摆的是放火锅是吧？对对对。我弄完了，给你。嗯，好的。这是，还有我们名儿啊。来了来了，可以结束了，好，谢谢。拜宾就是比比比比比比。哎，其实这白的好。对，对，我也觉得白的好，就白的。你把它立过去吧，好，好吧。哎呦，很好看哎，好看。好，洗手。哦，这个杨梅啊，我还以为是肉丸呢。哦，但是这个是红烧肉，红烧肉。老师太靠谱了。好棒，我看着流口水。要不尝一个？我是不是太烫了？哦，谢谢老师，啊，脱骨，要不吹一吹？我感觉好烫啊！来，沾沾自然吧，就这样自然吗？怎么那么喜欢自然？什么万物皆可自然？这才叫肉，看到吗？肉上有沾沾自然，才叫做能入口的肉，爽吗？好吃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叫什么？姜母牛腩。OK， 好，然后要用这个，跟黄老师一样，我们要有这个东西。谢谢。OK， 放那边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然后这个放哪？好嘞。哦，是不是提拉米苏？是。天哪！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还没上来，天哪，这么多东西啊！今天，来，我们把这里布置一下，我们就下去好不好？小心小心，下雨，居然下雨，没事，我们会有办法的，我们会有办法，我们快摆了，可以，好，那我们下去吧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妈，走吧，非常完美。我再烤个鸡翅就好了。王老师，我们在下面吃好不好？好嘞，我这 OK 了。下暴雨，对啊，那我们在下面吃哦，在下面吃的好不好？哦，下雨喽。好，来吧，朋友们，来喽，辛苦王老师，辛苦小杰。哦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真的辛苦。这是人民足一顿饭是不是？哇，太丰盛了。还有辛苦我们今天的三位小帮厨，我们的小雨，不辛苦，小姐，可以，辛苦了，真的没有。对，来吧，我们一起感谢我们的大厨，同时也谢谢朋友们来，好不好？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，来相会。哇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甜点吗？介绍一下菜，介绍。